国经文化访问团今天开始访问师大附中。校长刘安怡在欢迎会中首先致辞说，相信同学们和文化访问团相处，对砥砺爱国情操、鼓舞战斗精神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刘校长在介绍每一位团员和全体同学见面以后，接着跟文化访问团团长王刚军少校互赠锦旗和纪念品。国军文化访问团团员古铁少尉并且为全体同学做专题报告，让同学们认识我们强大的国军。访问团接着以张贴的各种图片、专题座谈、爱国歌曲交唱以及团体舞等展开各项活动。